定的时候，虽然排名第一，但是他也在2008年的这个广州世乒赛决赛上赢过王霜，所以对他还是非常重视。而且而比赛来讲，这个研究的还是比较深入。这个第二局的时候，后来我们不是有经验，你说也在中国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他说我是拉了两票，但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，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两票吧。但是，但既然裁判已经判了，就要去服从吧。你感觉就是通过今天的比赛，感觉是大赛的状态出来了？因为第一场比赛基本上来讲，都不可能说完全发挥出最好的这种状态和水平，都是一点点的这种，在进入到下水道的这种感觉。自己来说还是要争取一场比一场比赛调得更好，状态要进入到更能够投入到这个进入到这个最好的这种状态比赛。马英那个应该说国内很多球迷包括媒体都在看着你，说希望你这个每一步都是冲击大满贯的这个过程，自己现在的心态。心态还是比较平稳，因为我觉得从自己来说，确实世乒赛来讲的话，打了这第八次，应该说前七次里面，除了第一次在97年里面，应该说那次当时自己的水平还是差一些，后几次我觉得都有这种夺冠这种希望，正因为可能想的太多了嘛，就总是到最后关键时候可能差那么一点，这也还是要平常心嘛，对待每一场比赛。全力以赴，做好，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。哎，看网上有一个新闻，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国外的国网站。